是我今天要开的快递啊，先来一个。哇，这是我买之前买的一个收纳盒，我觉得特别好看，我又买了一个。噔噔，就是这个小号是我之前买的，然后这次呢又买了一个中号，我特别喜欢这个盒子，它是那种纯手工做的，然后边边还有这种手工的小铆钉，很特别。这个是我买的阿哥的一双雪地拖鞋，这双鞋真的我买了大概已经有3个月了，然后还没有穿，因为还没有到季节，太热了。它是一个半包头的，这双鞋其实特别的火，现在某宝上面有很多。我这双呢是一个经典色驼色的，特别的暖和，然后很好搭衣服，我感觉今年冬天就可以靠它续命了。接下来当当 Emis，我又在 Emis 买帽子了，我特别喜欢他们家的帽子，因为帽型特别好。那这个牌子呢，它其实是一个韩国的小众牌子，2010年才诞生，但这两年真的卖的超火，因为有很多明星都上身了，包括迪丽热巴，全网刷屏。之前他那只绿帽子就是这个牌子的，那个绿色的我也买了，我买过他们家大概有4顶帽子了。这一次买的这个呢，是一个拼色的，这个拍照很好看。他们家像这种热门色啊，是经常断货的。然后我第一次在他们家就看中这帽子，结果没有货，我等了大概有一个多月，它才又上架了，然后就立刻下手了。这个呢是一件宝宝的衣服，我给我们家瑞妍买了一个小公主裙，这个有点大，我估计等她明年生日的时候就能穿了。它是这种欧根纱的材质，他们用的面料啊都是 A 类面料的，就不用担心那什么荧光剂啊什么的，这个纱都是很柔软的，不会扎的那种，好漂亮啊，期待它穿上的样子。这两个小小的是我买的线箱和插箱座，拆给你们看一下，好精致。这是一个黄铜的那种线箱插座，其实我是为了这个箱配套买了这个插座，因为他们家的这个箱特别的好闻，插上好好看，正好用我新买的非常好看的打火机点上。还想看我买了点什么吗？我们下期购物分享再见，很快哦。